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罗和母耶稣陀罗，下面那一句不好，是为佛父，佛父，佛的妇人。他说以前他是佛的妇人，这是笑话。是为佛父这一句话是语病，很不好。今一出家为尼，现在也出家了，做比丘尼。是佛有父，这不是笑话吗？那么佛既然有父了，他的弟子是不是也有父啊？所以这个写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一不小心闹出语病啊，发生问题，使人看到好笑，这已经是不好。哎，圆严法师讲义应当要知道这些小问题才对，可是奇怪的，圆严法师的讲义里面写得更糟糕。圆圆法师讲义他怎么写呢？他写作是佛之妻更糟，夫妻的妻。他说耶稣陀罗是谁呀？是佛之妻，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佛有妻，那他的弟子有没有妻呀？都妻起来怎么办啊？那不是天大笑话。所以这一句很不好啊。戏为佛父已经不对了，他还有戏从前，不是现在啊，就是说他从前呢是佛的父，可是从前他还不是佛呀，他是太子啊，他是悉达多啊，应当要写说多几个字就清楚了。戏佛为太子时的父还可以转过弯，不会闹出笑话。他这里是佛之妻，糟糕了。那是佛之妻，现在才是佛呀。佛有妻，那他的弟子有没有妻呀？难道他们都妻起来了吗？所以这些问题呀，如果不小心，被写下去流传到后代，稍微会向佛的人看，就会把它挖成一个洞洞。讲到这里，我记得有一个笑话。我自己的，我在三十年前，我在佛学院里教课，那个佛学院呢，他还发通知要老师去开会，开这个教师会议，就是，因为他老师当中有些是在家的，在家的有夫人呐，他这个请帖里面呢，后边有一句话说。请尊夫人同时驾临，对那些在家老师当然没问题了。他寄给我会信的也这样写，后边也弄一个请尊夫人同时驾临，我就真糟糕了，我哪里去找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啊！我说这个太不小心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写呢？我哪里去找尊夫人呢？所以啊，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相同的，闹出这个笑话来。哎，我拿着这个帖子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要院长说：“你帮我找一个，否则我哪里有啊？”那我找出这么一个笑话。所以在文字上一不小心就会闹笑话。这种情况我还不止碰到一次呢。因为我教过好几个佛学院，在佛学院里教书有很多经验啊，那些笑话不要说太多。所以呀，要写成一部书，写个著作，要能够流传后世啊，文字上
必定要好好下功夫去推敲，啊，就是古人作诗啊，深敲月下门，或者是深推月下门，要好好的推敲一番，不要一下子就写成定论，写下来后来给人闹笑话，那是很不好的。这也许是我们眼睛看得太清楚啊，容易看出人家的毛病。可能写的人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他没有想到你没有尊夫人，啊，那么因此之故，对于这类的文字啊，如果不小心去注意到，很容易闹笑话。所以因此之故，我们看到经文呐，他们当时翻译，尤其原文的人，那是下过很大很大的功夫的。否则他写不出这么优雅的文字来，嗯，他不会像注解那么浮屠，佛父、佛之妻，他不会这么搞，这么搞这个经文就流通不下去，会闹笑话，所以他写的非常优雅，云罗和母耶稣陀罗同物属音，整个把佛拨开，摆在一边。很庄严地把佛供在上面，不会闹出笑话来。所以呀，我看到这个《楞严经》的文字，那真是五体投地，不是一个两个五体投地，永久千万个五体投地。有很多很多文字，我们在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啊，它会有这么庄严的这个文字啊，很不容易，啊，所以有人故意破坏，故意诽谤。说这是伪造，说这不是佛说，甚至有人说这是黄勇所造。那如果黄勇有这个智慧的话，他就是中国的佛了，那还得了？你比比看，整个大藏经里面有几部像这么好的文字？啊，老实说，我翻过全部藏经，找不到第二部这么好的文字，找不到第二部这么好的文字。所以显示这个当时翻译楞严经虽然不是在大义长，因为他在广东翻译的，主要当时只有四位，尤其黄勇的笔受就是润文，这是非常了不起，古人在翻译的时候每一句话都要经过再三的去研究，经过再三研究，认为可以用这个文字了，然后才下笔。哎，看看姚琴时代的鸠摩罗什三藏法师，那是国家所办的大翻译场，执事上百，翻译场里面所有的执事的人从主义的法师一直到这个润文抄写，一共有100多位。看看当时鸠摩罗什法师翻译《法华经》，因为前面呢已经有人翻译过，叫做《正法华经》。那么他第二次翻译也把这个第一次翻译的文字拿来对照，那么处处都注意，翻译到这个富罗罗将来成佛的那些文字啊，就一写作天见人。人见天，说当时的人呢，人间跟天上是互相来往的，说了这个话，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就提出来跟大家说，梵文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在中文这样写很不雅，中文这样写就不够庄严了。当时有一位了不起的法师深造，马上站起来说，是不是可以用人天交界两的相见，人天交界两的相见，文字好极了，就这样子拍案决定，鸠摩罗什法师说好，就用这两句话，只天见人，人见天六个字，他把它改成彼此来来往往，人跟天上的天人，互相来往，人天交界，两的相见，
人间跟天上的人都快互相来往，互相见面讲话，文字雅得不得了。所以《法华经》能够这么广大的流传，啊，一直到今天受持读诵的人都很多。它的原因啊，当时在翻译的时候下的功夫不晓得有多大。这两句话花了那么大的精神时间，大家去讨论，啊，现代人的胆子很大呀，自己门关起来就把这个文言文的经把它翻成白话，啊。没有第二个人看，自己就写下来，啊，随便就拿出来，实在太草率，太过于草率，啊，使人不会生起信心。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白话文翻译的东西不能看，不能看，因为往往他把这个人家注解的东西把它讨进去了，经文里面没有的，他把这个人家的注解讨进去，这就笑话了。那个不是叫做翻译啊，那是叫做写文章了，不是翻译。翻译要忠实，啊，原文没有的一个字不能加，啊，而且佛经里面有很多名词没有办法翻译的，真如、法身、实相，怎么翻呢？请各位翻翻看，真如怎么翻？法身怎么翻？实相要怎么翻？啊，所以现在一般用白话翻的东西，老实说，不值一看。它不是像古人翻译那么下过功夫的，啊，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他尤其他的主观太重，问题就更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鱼罗河摩耶娑陀罗同悟属印这几句话，就是我们感动的五体投地，啊。他们这两位摩登伽尼跟这个罗侯罗的母亲，啊，知道历劫历生历世以来，都是因为贪爱为苦啊。众生不是以贪爱为苦吗？啊，最苦恼的就是贪爱，啊，爱的后边就是憎，啊。那么现在他们修行啊，一念心修无漏善故，获得出禅，获蒙首记，啊。一念就是只要发一念心，发心修行，心就是宣习了，依佛法宣习一致心啊，好好修行佛法啊，能断烦恼，证无漏的善果，由成就这个无漏善的缘故啊，获得出禅，获蒙首记啊，获得出禅，或是不一定，或者是由此得到超出烦恼，禅是烦恼啊。那么这是指的摩登伽尼啊，获蒙首记主要指的是这个罗侯罗蒙啊。刚才讲到获得出禅，获蒙首记，这两句话都是对摩登伽尼跟罗侯罗蒙说的，说他们两位啊，都是已经发心修行正果。啊，获得出禅，禅是尘劳烦恼的代名词。啊，名相上有九劫十禅，总之啊，总不出贪嗔痴等烦恼。啊，由这些根本烦恼、随烦恼缠住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这两位。啊，摩登伽尼跟这个罗侯罗蒙，他们都已经修行断了三界内的烦恼而出苦了，啊，出禅，出禅在当时经文这是第四卷的啊中间了。那么在当时的情况，摩登伽尼执政第三国波那含，那么。三界内的烦恼啊，见或断了，思或持断欲界九品，啊，他还有色界四谛、无色界四谛、八九七十一，啊，还有这些思或还没有断，所以出禅，如果是这个
罗侯罗姆是完全出产了，因为当时耶稣陀罗是已经证到第四国阿罗汉，是阿罗汉比丘尼那么罗侯罗姆是真正出产，已经超出了。摩登伽尼还有一部分还没超出。以这部经的次序来讲，到了第六卷选圆通完毕，大众得到法喜的情况，那个时候摩登伽尼就能证第四果，就会把上二界把九七十二品的这个思惑整个断掉从此超出三界证阿罗汉果。所以在这个时候第四卷的中间完全出禅的是罗侯罗姆，摩登伽尼出于一界，十五世界的思惑还没有超出，要到第六卷才能超出，所以叫做惑，在当时还不一定惑，因为他两位当中，以当时的情况，一位是已经超出，一位将超出，所以用惑，惑是还不定的意思。这是获得出禅，获蒙受记，蒙佛为众生受记，受记将来成佛的情况，例如像《法华经》，佛为上中下三根弟子受记成佛，那是受记，或者承蒙佛为他受记将来成佛，这一句一般。所有的注解多数主旨是罗侯罗姆，罗侯罗姆耶稣陀罗在法华经蒙佛受记，法华经的持品里也叫做劝持品佛为他的姨母摩诃波舍菩提，就是当来到比丘尼的首领，由他给他受记之外，同时也为耶稣陀罗受记一般都指法华经上这个罗侯罗姆蒙佛受记将来成佛因此有些注解把楞严经的法在五十说教当中把它判在法华后涅槃前，与这一句话有关系，有原因。他看到获蒙受记，就认为罗侯罗姆蒙佛受记有明文法华经里面记载佛为罗侯罗姆受记将来成佛，叫做具足千万光相如来，有这个明文，那么因此就断定认为楞严经的教理是在法华之后涅槃之前。不过这个话按照经文来加以研究并不尽然，这个受记还不能指法华经的受记。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第二卷十番显见的第三番波斯匿王他说他62岁，而当时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是同岁的那么波斯匿王62岁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那么这个法楞严经是62岁说的，很显明那么这个时候从第二卷到第四卷这是连贯下来的，应当还不会超出70-80岁这应当还是62岁以后所说的话，那么当然就不在法华之后。为什么？法华经它是临江要入灭前70-80年才讲的平常有50说教的这个句诵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8，22年波罗檀，法华涅槃共7年，这是一般按照这个天台的50说教做的这个别50的句诵，这个句诵是宋朝孤山智圆法师造的。
这是别五十，通是前后互通的。论别五十，认为六十二岁，算起来，成佛以后三七日说华严，这个欧含十二，方等八，应当是二十年。那么方等说完了，也不过是五十岁了，那么这个般若说了二十二年，那么应当这个经是在般若时的中间说的了，所以有人就以这个时间判定是般若。实际上五十的意义不是以这个时间来实判定的，是越他的教理去定。依教理定啊，这个楞严经的理论所说的话不是在法华后说的，因为他注重在讲修行，讲信讲修，讲信讲修的理多数都是在法华之前说，到了法华会上只是最后啊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啊，开记显本啊，那么最后只是受记成佛而已了。所以这个楞严经说是在法华之后说不正确，不能做标准啊。所以天台家尤其这个藕益大师把它判定是通方等，方等时的通，通方等，通前通后。我认为啊，楞严经从佛六十二岁一直说到他的涅槃前，说了十几年，他不是一个时间连着就说完的。因为这个翻译论文的人文字太好，前后连贯，好像一气呵成，前后连起来，分不出段落，以为他是一时说完，不是的，这是文字巧妙，让你看不出他的衔接的地方，他们做的天衣无缝，所以你看成认为是一时说的，毕竟不是这个样子。这部经前后，我想必定经过十几年。为什么？到了最后说到这个琉璃灭世，琉璃灭世的事情，这是到佛晚年了，甚至已经快八十岁的时候。所以最后的文字讲到琉璃灭世的故事，这可见呢，这部经从六十二岁一直讲到八十，前后真的是讲了十八年。当然不是天天讲这个，讲了一段停下来让弟子们去学习，然后有人提出来又再说，而同类的道理到了结集的时候就把它汇成一篇，成为一部。
认识中华国际诗石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诗石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高雄生命书坊举办念佛共修暨佛学讲座，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领众，日期1月27日星期四下午2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什么是功德？我们常听到念经的功德、放生的功德，意思是只要做这些行为就有功德了吗？功德并不是等价交换。何谓功德？功是修行的功夫，德是本性的本能。无论做了多少善行，都不该执着能有多少功德。因此你可以这样想象，功德就是自己修行而产生的内心力量，不但能自立，更透过回向利益众生。所以修功德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片清净心哦。